大妹子。大妹子，我管你叫老姑娘，你干呢？你这人说话咋这么能抬杠呢？不是你们这城里人，哎呀，这说的也太多了。我刚进城也不知道咋回事，那得叫你啥呀？老板娘。这谁？你谁娘？哎呀，我不是谁的娘，我是老板娘。啊，老板他娘啊。那个吃点啥，老爷子？哎，点菜吧。行行行。哎呀。鸡鱼海鲜啥的都有吗？哎，有。哎，那你给我先来一碗面条子吧。那还要不要别的？要，还来碗卤子。卤子要啥卤子？要鸡蛋用。要不要酒啊？酒要。白酒、啤酒。有没有红酒？有红酒。那你就给我来二两红酒。是你这老爷子，你打酱油呢还来二两？那红酒都是成瓶的，那不是散装的。啊，成瓶的，那来半瓶吧。你要的话，你就得要一瓶，那半瓶那咋上啊？喝不了啊，这。那我也没办法。那怎么不喝酒了？那就来面条了。那好了。那你稍等啊。哎。说城里这玩意贵，不在那贵，就这红酒不行啊，没有称量的，没尝着鲜呢。哎呀，你的面好了，慢用。哎，那谁呀？这啥了？谁娘了？老板娘。哎，就老板他娘，啥呀？咋的了？蛋，我这两天上火，这嘴里没味儿啊。你给我整点大葱和大酱呗，我淡淡嘴。行，你等着啊。行吧。哎，那谢谢啊。葱酱。那个，那谁呀、啊？他老板娘。来了。哎呀，吃完了。吃完了。走了啊。哎，不是，买单。啊？买单。买啥？就是这碗面的钱。这不给你了吗？这一块钱。剩就不用找了。哎呀，这家你这老爷子你挺大方的。怎么的了？你拿我们这饭馆是施舍要饭花子的粥铺呢？啊，就一块钱吃那么一大碗面？不是，你外边那不写的这9.99吗？那9.99是我们店的名，不是这碗面的价钱。那你这碗面还有这大葱和大酱，这多少钱呢？面39.99。葱免费，酱10块钱一盒。你这不是讹人吗？哎呦我的妈呀！你外边写的9.99，我吃完饭了，你要39.99，你这不多管我要30块钱吗？我的妈！我说你这老爷子是不是没见过啥世面呢？啊，你要是不知道吧，你在外面打听明白的，你再进来吃面，知道不？
就这酱，我还是本钱来本钱走的，我一分钱都没挣的。这你这酱，我也没吃几口，这不剩这么些呢吗？你看这。那你错过拉马七糟的，那谁还能吃了啊？说就这个酱在我们农村，我上谁家的这倒一大碗酱，他也不能管我要钱呢。你们这城里人也太抠了，这玩意儿也。抠啥抠？你就吃没吃，你也得给掏钱，你赶紧的吧。这，哎呦我的妈呀！这给蛤上了，这还。